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vin， 我生气了。上次不是给你推荐了斗牛的视频吗？然后这次我又很快的又给你推荐下一个视频了。可以。是他之前在歌手上面，我自认为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撼的一个改编，是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。哦，好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看吧。是我听过的双截棍吗？整篇开始，先脱衣。哦，终于听懂了，找到灵魂。
那晚会也蛮洗脑的。哦。真的让我很震惊哎，就是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歌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编的就是不像以前的双截棍，但是又编的又像他双截棍，又编的又很好。对，他有好多元素，什么摇滚、流行啊，像戏腔，对对对对，元素混在一起，感觉很就是那么多元素，但是他又很有他的那个 pattern。对，就是不觉得很乱。对，特别最后还有，就他改编了，最后又给你那个加深那个双截棍的那个印象。对，致敬周杰伦原版的那个。对，对啊，他有好多那种改编都是超棒的，像我的滑板鞋，就是我和他，对，他也有一个很好的改编。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西游记的那个片头曲，就是那个没有那个背景音，就是没有那个歌声的，只有背景音那个啾啾啾啾的那个。他们是用24小时的时间去改编，要把它曲风定下啊，加上填词，还有他所有的那些演绎、彩排，全部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表演。然后那个也是超棒的一个经典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改编都超棒。哇，因为他之前不是快男出身嘛，嗯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一般是走偶像路线的那种，然后我没有想到他是那么的有实力派。搞得我现在也想多去听听他的歌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就请点赞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